信义区中坡里里办公处一早是挤满了人潮，望向里头，原来是曾传达里长与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世界佛教振兴会正举办寒冬送暖活动。为了帮助里上清寒家庭与独居老人度过寒冬，特别发放物资，希望让民众感受到暖意。啊，摊子，啊，梅啊，啊，个麦三分，我唔知，安尼，啊，里长做都很好啊。非常很好啊！啊，真拍拼啊，对里面真好啊，对阮家拢真照顾，真照顾啦。我们就是成为一个平台，安排他们到今天的我们的信义区中坡里来为长者来做关怀。那么今天因为正好是寒流，所以呢准备了毛毯，还有暖暖包跟袜子，希望我们的长者在一个岁末寒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社会的一个温暖。感动不止在物资上，更是里长平时的细心照顾。从观察里上需要帮助的人，并且透过实际行动来慰问独居长辈，关怀行动不便长者。即使发送物资，仍不忘叮咛老人家走路小心，注意自身身体健康。感谢我们政捷爱心会哦，来帮助我们中坡里的年终关怀，好、哦，谢谢。还有希望我们的一些长者的话，比较他们心，快，希望他们新年快乐。所以这一天呢，我们所有全世界的这个第三次多节枪火的弟子，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办一个关怀所有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关怀这个人，我们是全世界都在关怀。那么就是说大家呢在这个日子做一个关怀，那么把这个佛陀的对人的一种爱心呢能够传达出来。台北市议员王宏威也亲自发送物资到民众手上，每年与宗教团体合作，定期举办寒冬送暖活动，期盼藉由发放的物资帮助长辈们生活上的需要，同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达到关怀慰问的目的。记者问君采访报道。好冷哦，火柴，谁要买火柴？哇，好想也可以上网看电影、买零食啊！真的好想要。BB 光明200枚只要859元，还送每月200元看片金，再加500元礼券，还有众多强档电影超强影音享受。有了 BB 光明，我的人生变彩色，快找长德微笑立冠。